一年一度岁末祝福，师父都是在这个时候来向大家虔诚祝福，祝福大家新年事事如意，感恩啊菩萨日日啊发心啊发愿啊，大家用菩萨心来面对每一秒钟，把握每一个时间，人人步步踏实，行在人间，欢喜感恩。尤其是今年啦，会当出来，我家己呢，嘛每一天，一天过啦，这一天真正真有价值的一天，每天每天都是成就人间菩萨，完成修证。真正道尽人间咯，吼！各位菩萨要走入诸界来，其实呢，也都要耐心、爱心、大愿力心啦。大家从走入诸界会员，从会员呢？开始啦，接受助者，将感动入启动，这要经过了几年的时间啊，建设，也搁都爱培训，培训了后呢，才有法度伫今仔日呢上台来，伫师父亲自为恁受证，这拢是助者路。大家人发心入观，开路破路，破路开道啦。咱要路，甲破和平；要甲菩萨道呢，当开和宽。所以呢，开破路开道，大家人拢是遮多年间啦，无停歇过，殷勤精进，菩萨道上，菩萨安怎修啊？咱看到一群的菩萨无放弃。遐尼只五谷垃圾啦，菩萨心啊，用清净心、无染着的心去改清理呢，迄、那个家庭的五谷，唔惊臭，这迄种爱人无要改放弃，一步一步接近。一定呢，该扶起来，可以做依靠，安顿伊一个稳定的生活。这就是真实的人间菩萨，不忍心啦，众生苦的苦难，唔惊家己呢付出的辛苦，这叫做人间菩萨。人间菩萨聚在人间，苦难偏多的众生，菩萨所缘缘苦众生，所以讲，咱家己身体力行，为苦难人付出，离咱遥远的地方，同款有发心入观行。菩萨道，在险要的地方去披覆苦难，这呢都是人间菩萨。
各位菩萨，咱来把握因缘，人人呐，伫咧分享，人人可见证，即个人人见证呢，都是自在的历史。希望真善美菩萨多启动，噶哪一位资深菩萨，他有感人事，您来替师父改采访，叫伊回忆，莫忘那一年。那我们要采访那一人，那一桩事，所以呢，请真善美菩萨要多承担，可录音，可摄影，可记录，把它累积回来，是慈济呢一大藏经。这些师父很慎重，也真郑重的对大家人也叮咛交代，真正大家人爱用心啦。自然法则，时间留不住，每一秒钟都带走了我的一切，我的过去，我的回忆。现在大家都要好好的记得这些很难相遇的因缘，但是您跟师父有约，你我有约，师徒有约啊，我们要生生世世菩萨情来不断的延续，那延续过去，那爱个团以未来，这叫做人间菩萨道。我们要一起延续力行，福德运通，要天下圣书，心灵万类，走出这世界。我们力行上人所说，我读书，我熏法，我要自度度他，用心努力净化人心。2020年疫情无国界，上人说大灾教育一群生，我尊素，我眷素，我归素，感恩上人慈悲。为我，我，他，我亲自受劝，我们生生世世愿为上人贴心好弟子，年年与上人法海有约。我们要一起跟随上人转动须弥山，转动须弥山，发愿灵山法会永不散。转动须弥山呐、啊，我们都不要轻视自己，我们人人皆成佛，哪怕呢，就像蚂蚁那么小，他只要坚定立愿，他还是一步一步向前爬。只要有心，人人的信愿行，我们呢要超越虚名，到了遍虚空法界，灵山法会。永远永远都在，永恒无穷尽，只要人人的心坚定，我们呢就是传承传承，那转到了我们还会再来，不断的转，不断的传，不断的到我们的娑婆世界，
化成呢为人间净土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莫忘今天此刻大家的立愿，看到了大家法入心呐、啊，铭刻在心板，一举手一投足，无不都是法，用法度化人间，感恩自度度人是永恒，祝福大家人福慧双修啊，那生生世世，心心念念哦。